北部地区的淡蓝古道、南投地区的八通关古道都是清朝时期所兴建的道路，在这些古道的入口处绘图中都留下许多的历史遗迹。而台湾古道中更有多条是越岭古道，以位于南投的八通关越岭古道、合欢越岭古道、鬼湖越岭古道，以及今天我们外景队要探访的关山越岭古道，都是跨越中央山脉的古道。